我们要讨论那个收官曲的那个分配，就写我们自己心里觉得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过后再根据 melody 来整理吧。好啦，还有谁还没有做班长？我觉得，所以是你啦。谢谢班长。我玩你换我猜。哎呀，我看 real 大的算了啦。睡，门龙门。童话。童话。我不懂这个字怎么读，这是。这是什么？转角遇到爱。不是。差不多了，街角的幸福，街角的祝福。虽然我已经放水了，但是还是赢。要过来唱歌吗？OK啦，马上欧尼啦。Hello， 我是 3B 的 Kevin。Hello， 我是 3B 的 Danny。跟我们一起唱唱歌，有兴趣吗？可以，可是你刚要醒不吃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蕾拉善亚。你们其实有什么自我增值？因为你们都是 solo 嘛，对吧 ？As a group 哦，还可以回来 sharing 哎，去增值我的舞蹈方面的，他在语出方面都好。如果他今天这次来这个音乐有你，我觉得除了增我们生活上的 skill 啊，我觉得 mental health 也是很重要啊。是是是，对，所以就讲啊，你很在意 comment 对不对？对 ，mental health， 责任。好，可以进行彩排的环节。Let's go！ 我这里，对天空我要唱。It's a look up to the sky。所以我唱。你没有看过飞刀，我唱快歌。我接受这个挑战。Go， Let's go。完美的舞姬，引动全场焦点，把一定搁在爱情旁边。完美的舞姬，兴奋亮眼最美，爱的不知不觉，全员发对线。大家听过《Love 游戏》吗？想要赢走你的心是一个 heartbeat， 有成功等待。Let's look up to the sky。完美的舞姬，闪光浪漫氛围，让你走进爱情不归。我们有请到马来西亚的创作人唐小康老师，我们邀请他上台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心扉的